好的，一个简短的赛前仪式结束之后啊，来看今天双方这场比赛的一个对决。张昭旭今天进入大名单，其实我觉得有意识也是天津队想要去在内线上和福建队啊，和这个浙江啊做一些文章。是，嗯。因为这个李佳毅就是从目前来这个赛季来到天津以后啊，就是可能对于天津队来说的话效果不是很理想，因为作为一个纯五号位的中锋，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26.3%，那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命中率了。对，所以说其实张兆旭在这场比赛能够伤愈归来，重新进入球队的轮转阵容里，对于天津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嗯，这是给到双方的本赛的交手记录。我们刚才也说过啊，双方在第五轮的时候是交过手，当时浙江是128-89战胜了天津，而且天津还经历了换帅啊，就是对，但也是咱们凯撒是 CBA 本赛季开赛以来首位第一个下课的教练，这个教练。那边呢，这个山东队那边的球迷呢又是很希望能够把凯撒再签过去，再请回去。对，因为当时我记得应该是那基本上是延续了前两场上一场他们的手法一模一样。对，酬劳金足这边分别是王一博、陆文博、张大宇、朱旭煌还有程帅鹏啊。今天吴前是没有打首发，这个赛季此前应该是一直打替补的这个程帅鹏今天拿到了这个首发的位置上。但其实程帅鹏是一个绝对可以打首发的球员啊，他是一个可以打首发的球员。他上个赛季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赛季中后来遭遇了一些伤病，伤，对，这个夏天呢他也有来上海这个进行一些康复，所以说现在他已经是完全的 recover 了，所以现在而且程帅鹏是一个就是作风很硬朗的球员，哎，能看出来在场上也是如此，嗯，基本上每个球都要拼啊，是属于那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这种球员，让我想起这个《三国志》里的这个夏侯淳被射中眼睛啊，直接就吞了，很铁血，面不改色。刚才那个就是在画面中跟浙江队队员击掌的这个老先生是他们的队医，也是在这个球队效力了很多年的啊，也是帮助
浙江队其实运动员应该说是有很好的康复。对，其实最在中国篮球，在 CBA 也好 ，NBA 也好，现在这个职业联赛的环境里啊，其实好的队医现在真的是特别难找。对，你看太阳队啊，太阳队啊，对，太阳队和开拓者就是一个很好的直接对比啊。是 是, 是。因为这份工作要付出的这个辛苦不是常人能想象的。好的啊，比赛是正式开始，率先获得球权的是今天的天津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今天的浙江稠州金珠。来看天津的第一次进攻，哎呦，这手滑了。我们刚刚还说嘛，这场球天津队需要尽量的控制好失误，结果上来就 一上来先来一个啊，上线啊空了，陆文博的外线三分球涮筐了。何思雨作为一个二轮秀，应该说是物超所值了。对对对，转过来，进攻犯规。啊，吹的是石德帅的进攻犯规。嗯、这个球，詹德贵詹指导也是比较有意见啊，应该是觉得夹了陆文博的胳膊。啊，对对对，但是这个球到底是谁夹谁，确实还真不太好说。对对对，因为陆文博去掏球啊，对对对啊。那吹了就调整好心态吧。嗯。底线这边程帅峰是溜过来了。啊，守一个联防天津。对。但是咱们说场上浙江能投的人真的很多啊，对，而且因为朱旭涵是那种就是说不管你谁分上来他也会坚决出手的球员、嗯、因为他其实这个球看看应该是又吹罚了天津队的防守犯规，在陈少平突破上篮的时候应该是潘宁 啊，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就是这主要还是我觉得在场上的这个打球机会变多了。对，这个半这个中距离的半截篮是詹大宇非常稳定的一个得分手段。他这个罚球线附近都可以，古泽月突进来再扶。他还是青年队队员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他的招牌。你看刚才潘宁这个骗犯规，他这一个选择就是其实很说明他的比赛经验挺高了、嗯、啊。因为毕竟要能骗到像詹大宇这样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对，经验非常老道的球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石德帅，看看石德帅，这个陆文博防的非常不错啊。对，毕竟因为这边陆文博的对抗还是很好的。就浙江这几个后卫的对抗都很强，是王一博、陆文博、程帅鹏啊。因为程帅鹏以前在球队担任的任务是防对方小外援的。是，哎呦，这球传的直接险些被断啊。对，这个球，但是这个破坏了对手的进攻，一次进攻还是很好的。又是这个位置，啊，再有。嗯，开局帮助球队连得四分啊，所以潘宁这个换防以后还是要跟得快一点，再被挡了以后，天津队其实是潘宁效力的第三支 CBA 球队了。嗯，因为之前他在青年队刚上一队的时候，他也是被租借到过苏州肯尼亚队打过球。嗯，就是咱刚说完啊，王一博还了一个，现在又是一个三分。
对手胆拆了以后的这个换防也好，或者说是挤过穿过也好，这个做的不是很好。嗯，因为其实浙江队这几次出现的投篮机会并不是说是顶着投的。对，嗯，这球塞得太明显了，又是转换啊！这是我们开局的时候你所提到的，天津今天需要防浙江的这个转换速度。是，而且我觉得打到现在，天津一方面只得三分，另外一方面还是进攻手段太单一了。是，一直是想要从外线寻找手感啊，就石德帅突了一个，还被吹了一个进攻犯规。对，因为从目前来说啊，就是天津队的这些进攻啊，就是要么是石德帅强突，嗯，要么就是想要通过这个防守的轮转，然后到低位去强刺人家。其实这些都并不是目前这些场上的天津队里传的这个球是失误了。其实即使是没失误，要想强攻也不是那么容易。没错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张导这边应该多布置一些战术，通过一些互相的这个挡拆的掩护来创造机会，没错，会比较好一点。啊，现在是把林庭谦拿下来了，拿上来了，因为确实在这个进攻端需要他来组织梳理一下，应该是古泽玉下去了。是，其实你打浙江这种球队，你应该开场就让他上首发。对啊，因为你没有办法是打浙江这种队，你就是采取一个田忌赛马的办法，这不太现实。对，毕竟两者之间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没错，来看这次外线啊，林庭坚上来就是一个三分，而且是通过队友先是往里去，然后分球了以后出现了一个空位的三分。上一场比赛在打福建的时候，其实他的三分投篮并不好，这个球推人了。对，这个球其实林庭坚也不是故意要推他，站不住，确实是重心也失去了，对，不然的话本来是一次挺好的一次防守。嗯，外线又是一个三分啊，这次没投进，因为毕竟林庭坚相对于王一博来说他有一定的身高优势。嗯啊，两步之后分到一脚，这个球有点犹豫了，金星。孟思凯也登场了啊！上一场替补发挥非常出色的两个人，现在都上场了。哎呦，队友之间的一个沟通啊，出现了失误。是，陈海鹏没反应过来。但是王一博这个球确实传的也不好啊。我看您高位挡拆顺下，哎，传给了边线的孟子凯，这个球投了有点难度，看看王一博怎么组织这次进攻。陈海鹏接一个三分，再来一个，这个球真是非常有信心啊，其实不算是特别好的机会啊，分差九分啊。对，张兆旭也是准备要被替换上场了。
陈帅鹏一直在底线附近移动。大家看啊，就是刚才这个朱旭涵投的这个三分啊，也确实是顶着人投的。嗯，他就是这样一个球员，不管谁防他，大个小个。啊，再来一个，还是相同的位置。对，这次没投进。他非常坚决。就浙江这一批球员，我觉得都挺坚决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手风比较硬朗的这种类型。但是朱旭涵的这种坚决跟其他人的坚决还是有一些许的，还是更坚决一点。对对对，因为朱旭涵是一个，说好听吧，就是非常执着的一个人。对，那有的时候是在球场上，他认准的东西，他就会一直去这么去做。嗯，哎，场面张兆旭啊，准备登场了。这应该已经是他今天至少第四次还是第五次三分出手了。对，啊，底线两个，上线两个，啊，因为一般球员如果说是出手了四次，一个都没进的话，心理上多少有点负担。嗯。嗯，是赖俊豪啊。啊，应该是用赖俊豪替换了朱旭涵，因为确实，前面这几次三分球出手铁的刘伟伟指导也有点看不下去了，可能。镜头刚刚对准了吴前啊，吴前今天是在大名单当中的。哎呦，手滑了。但是看他穿的这个外套的意思，感觉浙江队有点不想让他杀鸡焉用牛刀的意思啊，歇一歇，上一场打这个广告消耗。这个球林庭谦的一个变相的一个突破，确实是非常有灵性啊。今天打了两个漂亮球了，刚才挡拆穿过的那个中距离投篮啊。是，也很漂亮，哎，就是这一次。是，这个球是一个先是一个，面对张大宇迷惑性的一个往左走，然后突然拉回来一个往右路直接突破的一个动作，确实非常漂亮。于家豪也上。张大宇再来封盖的时候，已经确实是为时已晚。对。于家豪和张兆旭。对，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张兆旭上来先是扭扭腰，腰部做一做热身啊。俩人都高啊，于家豪和张兆旭两个人。对，俩人都是差不多2米2左右。哎，张兆旭这一次防守还是很有经验啊。给高了，稍微有点高了，对。嗯，相同的位置，此前命中过三分，这次没有。上球的速度非常快，这个球看看，哎，完成的时候动作有点大了点劲儿，对。这次左侧的三分球啊，这是一个传球，对，好在队友心领神会、啊。对。正好掉在了金星的手里，对啊，何泽宇都笑了，也笑了。是，这就是林庭谦上来以后给比赛带来的改变。所以说，一个好的后卫能够给球队带来的影响是，确实是。非常大的，刘指导也是怒了啊，开始了著名的刘氏咆哮。张旭在上线做一个策应，看看孟哲凯怎么处理，面对赖俊豪，自己打，还是往外分交给林庭谦啊。哦呦，漂亮！但是确实，张兆旭这个球接的时候反应感觉有点慢啊，毕竟是有一段时间没打比赛了，有点走步 走步了。对，走步了，有点久疏阵战了。这球陈帅鹏
是在犯球之前已经是先迈步了。这个球林啸天是一个明显的主打，其实没必要、林啸天上来应该是在右侧底角这个位置投俩三分啊，都没进。陈海鹏下，王一博上，凯林林前一个人，他这个运球现在我感觉比上个赛季要更加灵动了。是，你看，就是他捕捉过人的那个时机特别好。对对对，然后绕着打二人转啊，打进了之后反超了天津这边16-15，浙江这有一段时间没得分了啊。对，2+1啊。好，这个球确实是，其实。这个球孟子凯扑过来想去封堵的话，就是要么你就坚决犯规了，别给他这个机会。没错，但确实是因为身高差距也是确实比较悬殊啊。来看看于家豪这次罚球，比较好啊，身背11号球衣，穿着这个易建联国家队球衣的一个身形，像姚明的中国篮球的新的希望啊。孟子凯这边外线空位的三分球机会投进，这个球非常坚决，双方打的还是很焦灼啊。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津队的失误少了，反观是浙江队的失误多了。对，而且浙江这个得分的延续性啊，感觉突然就中断了。再分啊，这球传的不好。这个、对，王一博传的还是不太好啊。林啸天又失误了。刚才前面也有一个球传的不太好。看看孟子凯这个三分，想趁热打铁啊，再来一个，但没续上。弧度稍微有点平了。这边王子路也是上场了，这一次相同的位置还是没有啊，没有。哦，又是于家豪在内线的篮板球的争夺上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是张兆旭。对，因为确实你让张兆旭这个年龄的球员跟于家豪18岁的年轻人去争夺，确实也有点为难他，因为张兆旭年龄上等于是于家豪的一倍了。就说句这个，论辈分上，对，可能都得叫句得叫叔叔了 啊，叫哥都有点不合适。对对对，不合适不合适。张兆旭一直在调整自己这个腰啊。陈海鹏又回来了。第一节比赛结束，1分23秒啊！哎呦，这球发不出来吧？对，现在浙江队也是明显的认真了、加强了这个防守的压迫性，包括很难，就是坚决不太烂。林庭谦在后场就那么容易的接到球啊，但是还是进啊。对，但林庭谦确实上来以后啊，他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啊，他就是这个中距离投篮手感是真不错。是，你看赖俊豪这个三分也没有，然后节奏的变换，现在林庭谦这个进攻啊，包括他这些个人的一些选择啊，即使是浙江队要这个严防死守他，他给你一种就是一拳打到棉花里的感觉。直接把力就卸了。哎呦，
压着24秒打进啊，真够耐心的这球。刚才打进的那个球的应该是李龙培，嗯，啊，其实李龙培两个赛季以前打的是非常好，对，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膝盖的伤病，确实一下子就导致他就是需要再重新康复以后再寻找状态。来看这次转换啊，转向又是一次失误，大飞的转移，林庭坚又是相同的位置三分球，啊，还是没进，虽然没有进啊，但是这几次的机会。明显看，你看啊，上半场自从林庭坚上来了以后啊，球队焕然一新，整个局势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对，啊，第一节比赛结束是23-20啊，天津目前领先三分。对，而且不是说稠州的队员也好，教练也好，想就不想限制他。嗯，确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运球的时候，他像一个泥鳅一样的到处装。对，对吧？进攻的时候呢，他又像一个。就是狐狸一样的，就是特别善于去捕捉这种机会。来，一起看一下双方第一节结束的一个数据统计啊，都是各自投进了三个三分，但是失误的话啊，浙江一节五次失误，是，这就是我们前面开赛前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关键点，对，五次失误对吧？你让天津抓上两次。这得分这可能就是最关键是现在天津队的阵容里他有这个能把浙江队这些失误转化为得分的林庭坚。嗯，林庭坚这第一节替补上来这个效率值不得了。对，来我们看一下，这是赛事预告啊，3:30有一场深圳对阵这个首钢的比赛，还有场辽宁打这应该是宁波，晚上8:00有江苏打四川，今天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林庭坚，哎呦，得11分，对，一节11分，还有两个助攻，一个抢断，他这状态延续的真不错。是，上一场比赛他这也是替补登场，砍了21分啊，加14个助攻，毕竟又大一岁了，又成熟了一点，又成熟了一点，而且还加8个篮板，差一点就是一个三双啊。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后卫线上。很多时候确实是越老越香、嗯、他这但是还是非常年轻的、啊、对，何况他还这么年轻，对对对啊，他这个叫做少年老成，对，少年老成，就有点像 NBA 上场的东契奇一样、哎、啊，我无前第一节没打，第二节也没上，是、啊、看样子是有可能今天不打了，有可能，对啊，但是也不好说啊，因为哎，这个球你看，这就是古哲玉在处理球上跟林庭坚的差距了。这个球传的方向，包括找队友是没有问题，但你出球的时候手上的控制就有很大的差距，对，给的太大了，这球，对，你需要让队友接的很舒服，能直接做下一个动作。这是一个后卫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质。还是打内线。哦，这个球，于家豪的身高是优势太明显了。那女方抢下篮板之后，自己这边是空了，先犯规，应该是孟子凯。看看古哲玉还是快速把球推进到前场，但是你说于家豪站在里边，他是真突不进去，对，他只能是在打转换的时候用自己的速度往前奔啊，但你说当于家豪站在里边，其实天津队场上这五名球员想要去攻框还是难度很大的。那确实吹了赖俊豪的一个推人啊，对，毕竟于家豪往里一站，那等于是一柱擎天了。嗯，再上陆文博，王子路也是打了几分钟没有什么表现，还是用这个朱旭涵把他替换回来。对，
其实对于王一博来说的话，像古德玉这种后卫的话，他是反而是要轻松的多的对付起来。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以速度见长。现在天津手场上是上了四个替补啊。嗯。李佳豪没打进这球。对，这几次在篮下的完成都不是很好。对。哎，就是这种机会，对，要抓住。对，你不能让于家豪他已经站到这个篮下了，你想再去攻防就很难了。追着屁股打，对对对，这样的话你的速度优势就能体现出来。包括刚才这次突破，利用掩护以后的突破，其实于家豪可以再往外去一点点就能控制住他的这个领空。对。应该说这两次古哲玉都是利用自己的速度去打于家豪一个措手不及啊。嗯。来看这次啊，天津这领先分数在逐渐拉大，27-22啊，天津目前领先5分球。还是守联防，左侧底角三分球空位的机会没抓住，于家豪自己抢进来，这个球应该有了。这个球抢下进攻篮板以后，上方的空气是稀薄的，没有人能够触到。左子玉和李佳毅两个人绕着来，抛了一下，抛大了，漂亮。这个球周旭涵直接拿了就上来了啊，也没有拍一下啊，对，直接就上，节奏找得很好。是。李佳毅应该坚决的上来做掩护，因为毕竟就是其实拆到底下的话，从进攻端来说的话，他要打于家豪也是基本上是很困难的。这个球时间不多了，犹豫啊，只能仓促的先来个外线了。我们来看，又是转换的机会。哎，李龙培这一下把陆文博这个球停下来还是不错的啊。朱权三分球投进，终于开了啊，反超了，终于投进了今天的第一个。朱旭涵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啊，应该至少第5次出手，对吧？那等于是5中1的话，20%的命中率，但是这不会影响他任何事情。反过来是浙江这边又打了一波7-0，因为林庭谦下去了呀，这应该是王一博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啊，在身后。其实刚才这个镜头看的还是挺清楚的。天津这边叫了个暂停。其实我认为现在呢，天津队呢其实是可以把林庭谦再拿上来，即使是不换下古哲玉的情况下。对。